小朋友们，跟随乐乐窝到游乐园里看科学吧。为什么舞台上的烟雾是怎么制造的？为什么漂亮的雪景原来是这么容易制造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天上飞，海里游，科学问题一老老。How do you actually make them? 让孙希佩带你们边玩乐边探索科学。儿童益智节目游乐园里看科学，4月10号起，每逢星期天早上10点，只在8频道乐乐窝时段。